择一天使乐团一首又一首的音乐表演下，台下的家长和小朋友一直用热烈的掌声来鼓励台顶的表演者。这是成立这十个月婚姻小天才发展协会的联谊活动。这个协会创办的目的，就是想要辅导身心障碍孩童，走出人生新的希望。我们成立这个小天使协会，希望能够借着用分享跟互助的精神，来提供给一些新手的父母亲，尤其是身心障碍的孩子、发展迟缓的孩子，我们希望他们能够走出来，能够借着分享的经验，让他们不会走很多的冤枉路，在学习的过程中，他们可以走得比较顺遂。身心障碍的孩子不是没有希望的，只要我们家长愿意努力，我们这些孩子都会有其生命的价值。小天才发展协会虽然成立还未一年，但是已经有65个家庭加入，各项活动拢相当受到家长和小朋友的欢迎。协会所帮助的对象基本上就是身心障碍的孩子，或者是发展迟缓的。那我们这个小天使发展协会主要的，针对的孩子是所谓的无障别的，任何障别的孩子我们都欢迎，所有的父母亲都可以带着你的孩子来加入。我们这个协会短短的从去年的三月到现在的一月，还不到一年的时间，我们已经累积了65个家庭了。小天才发展协会迅速发展，显示社会民众在这方面的需求真多。协会除了希望社会资源的加入以外，也期待政府的重视和协助。我们将会举办一个非常大型的游行，希望所有的父母走出来，让政府也可以重视我们身心障碍孩子的基本权利的问题。这次动员的配合的择艺天使乐团，以过来人的身份表演各种的才艺，让大家欣赏。证明身心障碍孩童有真侪人也是有真好的才能，等待发现甲栽培。记者余明伟采访报道。